今天是2014年11月23号，是小啾咪的5个月。噔噔噔噔，小啾咪早上起来心情很好，刚刚哈啾哈啾哭哈啾哭，咔咔咔，小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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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开始看书喽。吃完了180的牛奶，乖乖吃完，然后现在再开始看书喽。Hello，哥哥，来过呢。请问你，小简今天看什么书？小猪的书啊。你在看小猪的书啊？妈妈买的小猪的书啊？是妈妈买的吗？妈妈现在会买书给小猪咪看喽。昨天也买了，你看小猪的书，妈妈昨天也买了一本很棒的书，叫《小孩的祷告》。妈妈然后每天会讲故事书给小猪咪听，小猪咪都很喜欢听哦，都会很认真乖乖的听。像妈妈以前小时候也是很喜欢看书。来，我们再来翻一页，好漂亮的猪哟，好漂亮的猪哟。怎么有这么漂亮的猪呀？好啦，小猪咪来，我们要跟猪，先把猪拿出来，才能够看到小猪咪可爱的脸脸。小猪咪，5个月快乐，拜拜，爸爸。